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围棋课堂。今天我继续为大家讲定式在实战中的应用。好，我们来看棋盘。前几期呢，我们主要讲的小目脱退的定式，这个定式呢相对简单，变化闭气什么雪崩之类的下法呢，它没有太多复杂的变化。但是根据不同的局面各种各样实战当中不同的局面，它也会有很多各种各样有意思的构思。那么我们先给大家摆一盘实战。这盘棋呢是丁未九段，是黑棋。那么白棋呢是韩国的年轻棋手罗旋，这是围甲联赛当中的一盘对局。黑棋搬，白棋退。黑棋按照普通的定式下法这样下呢，我们上期也给大家简单的说明过一下，黑棋普通这样下当然也没有问题，但是呢，作为棋子都想每一步棋都想追求最高效率的职业棋手来讲，白棋逼过来，黑棋需要在这补一手，这是黑棋不太舒服的地方。白棋这个逼呢，实地上有所得，黑棋这步跳呢相对虚一点它实地并没有明显的增加，而且呢，这个将来比较极端的一种局面的话，将来如果白棋周围厚了这个棋白棋还有骚扰黑棋的可能性这是有的棋手对这个黑棋的形状有点不满意的地方。那么黑棋希望追求更高的效率那么它有各种各样的变招，现在不一定要按部就班的走这个虎或者粘的定式，有挂这边也有挂这边的先挂一下的意图呢，我们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白棋如果飞，黑棋再虎那么这盘棋的实战呢，事实上也是这样下的。白棋如果飞，黑棋再虎了拆，这个白棋远了一路。刚才我们说近一路的那些手段，比方说在布局阶段，黑棋最担心的白棋点了飞这个按局部来说呢，黑棋只能爬过，因为周围都是白棋的子，黑棋要是出头作战的话，比较略显勉强。普通的定型可以说定式化的定型呢是爬过，白棋在这个子呢，黑棋就不能再往前走只往前走也是俗手，白棋只要挡住，黑的还得吃回去。那么白的这一力，黑的往前顶一下反倒糟糕，这还有搂包的手段，黑棋的眼都没了老老实实拐回去，这样呢还能保住眼位。但是这个子在这边就大不一样，白棋如果再来这招的话，黑棋就简单往前长再顶之后再搬黑棋目数大了不说，这个关键是眼位扩大了，白棋这个打入被黑棋这样简单顶过去，白棋就不便宜了。这远一路近一路差别还是非常大的。那么黑棋先挂一下的目的也很明确白棋这个小飞的位置，黑棋再走这儿的话呢，这里不需要再往天上跳一个这步往天上跳呢被认为是效率不是特别高的一手棋，黑棋不需要往天上跳。那么这盘棋的实战呢，白棋也就简单老老实实的跟着应，之后扎扎实实跳脚，黑棋拆的话白棋又在这边这个次序呢摆的稍微有点出入黑棋是先在这儿守脚，白棋分头
之后，这盘棋的实战是这样，在这边先占据大场之后，黑棋再挂这个，白棋应得非常扎实，每一个局部，黑棋呢速度很快，但是白棋很扎实，下成这样一个局面。那么主要是为了给大家介绍这个，黑棋不在这边完成定势，先在上边试探应手，这样一种，可以说是比较灵活的一种思路啊。黑棋避免了在中间跳一个这个，相对虚一点，没有实质的价值，相对小一点的棋。那么对付黑棋这个挂角呢，白棋啊。当然也不是绝对要小飞，按定式小飞在这儿，在实战当中也出现过白棋大飞这样的局面，这个也是在实战当中多次出现的。白棋的意图呢也很明显，黑的如果再这么走的话，很明显就撞到白棋这个的枪口上来了啊。白的呢可以考虑先砸个定，或者呢直接来点完飞。好，这个具体变化呢我们给大家已经在前面的讲座当中讲过了，这呢就不细摆了。白棋再这样的话呢能够下出一排后势，那么这个子的位置当然比在这儿对黑棋这块棋的压力要大多了。好，那么白棋有所变化呢，黑棋当然就不要撞到对方枪口上去了。黑棋也可以有所变化，黑棋就可以选择这个定式啊，离白棋远一点，白棋没有逼近啊，这个对黑棋是有好处的。也可以选择更灵活的，就这里就脱先不走，大飞呢白棋脚上比较虚，黑棋就点到脚上去啊，这个呢就是又是另外一盘棋。总之呢，黑棋这个挂角往外侧挂，这是一种也是一种灵活的思路。还有呢，在实战当中，这时候黑棋挂，或者呢虎一个之后，现在不拆而是挂过去，这个在实战当中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很多的。那么白棋普通的应一个的话，黑棋拆回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棋形，黑棋如果都成空，它的实地明显比这样要可观的多啊。这样呢，这个呢每一个子都扎扎实实的走在这个可以围空的地方，这个棋形呢，这个子走在围不到多少空的地方，这是黑棋的构思啊。当然并不是说这样黑棋就好了白棋这么下也很正常，只是就是给大家介绍这种追求效率的这样一种想法。还有呢，就是先挂白棋硬了之后，黑棋接完拆在这儿这个呢前一段时间出现的也是比较多这样的布局场面。那么黑棋挂到底是不是很担心白棋在这一带加工呢？这个也是一个问题，也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白棋如果加工，如果加到这边，那么黑棋就简单的跳出来之后把白棋罩进去，这个白棋起不到进攻黑棋的效果。如果加在这一带，其实黑棋两边都不是很紧迫的那种很怕白棋进攻的棋形，那黑棋在上边双飞燕，这个在上边形成黑棋两个打一个的这个态势这个作战呢白棋并不见得有利。比方说二尖高加，黑棋双飞燕，白棋压的话呢黑棋搬出来，白棋长，黑棋这个时候就要注意各种定式呢要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局面来选择。
黑棋现在比方说要是选择点三三的定式，可能就稍稍显得有点问题啊。白棋这个点刺是先手，黑的呢就算压一下的话，这里得阻度，那么白棋把哪怕再把这个补上啊，白棋这下得很厚，那么黑棋这一块呢很明显缺乏眼位啊，不管是建在这儿也好，立在这儿也好，它的根据地是不足的啊，这块是孤棋，这样白棋这边很厚，这边得到实地，配合啊白棋没有低效率的子，而黑棋有一块孤棋，啊黑棋选择这样的下法可能就不太恰当。那么比较强的下法呢是长，白的挡是要点。给它贴出来，这个地方呢有冲断，白棋靠一个有补断的作用，这样的定型呢在也是一个定式化的下法啊，在职业棋手的棋谱里面也很常见。那么黑棋这时候搬出来，白棋长啊，大家看如果下成这样的话，黑棋这边这边这个定式跟这边配合就相当好了，如果把白棋这个子就这么糊进去吃掉的话，黑棋这边形成可观的实地，所以呢局部的定式一定要跟周边的棋子配合起来，必要的时候呢完全不必要拘泥于这个定式的下法可以有这个适合局面的，关键是要适合这个局面的需要脱离定式也是可以的，并没有什么关系。好，那么这样的黑棋先虎再挂或者直接挂这样的场面呢，在最近一段时期的对局里面也是经常看到的。那么白棋普通的飞一个，黑棋虎这儿，白棋跳，黑棋拆回来，白的再挂角，黑棋小尖，这个局面呢，最近一段时期频繁出现，总之这些例子呢都可以看出来，这个就是职业棋手关键下棋他注重一个棋子的效率，而不是比赛谁懂得定式背的定式多这个下棋呢不是下定式如果都被定式这个捆绑住的话，这个正下起来未必能达到一个好的效果。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变化，就是白棋虎的时候，黑棋除了走出来之后，除了走出来之外呢，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点在这儿。点在这儿什么意图呢？黑棋的意思是，白棋如果接上的话呢，黑棋飞或者尖一个棋形比较结实一点，黑棋尖，那么这个点一下的效果是把白棋走得更重了一些，下一步黑棋要加工起来的话，感觉白棋往上的出路被限制了一些。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白棋可以跑得很快，再点的话呢，白棋当然就不要了，因为黑在这里已经有个子，白棋这个子就清了。那么点到一下，白棋如果再跑那么快呢，他就总要担心，有所顾忌，有点担心点一下又把白棋走中的效果。当然也不是说绝对的便宜因为绝对的便宜的话每个人都这么点，也分场合。白棋接住之后，黑棋不利的一面呢，就是黑的本来这儿有点这个点要搬过，有可能黑棋从这边来攻击白棋，这一点掉之后呢，这个点成为后手了，也是有利有弊那么这个点什么场合来运用呢，我们也给大家摆一盘实战。那么
这个黑棋呢是韩国的小将，韩国年轻棋手，叫卞相一。白棋呢是中国的陈耀烨九段。脱退虎，这个时候呢白棋点黑棋虎，白棋如果普通跳出来的话呢，黑棋恐怕我估计他也不会这样简单的走定式，他可能会抢占这边的大场啊。那么白的如果这样加攻的话呢，黑棋反攻过来，这样形成战斗啊，这一带反加过来。那么白棋现在判断，如果是这点到一下再接，黑棋抢占大场的话啊，这个战斗当中白棋点到一下感觉会有利一些。黑的如果再反加的话啊，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出头明显就没有那么舒畅了。白棋可以考虑这一类的把它罩进去之类的招法。总之这点到一下对黑棋往外出头它有限制的作用。那么对于这一点黑棋怎么来对付它，我们看一下，这个也是一个定式化的下法。黑棋如果某些局面对粘上感到不满的话呢，黑棋贴是一种反击。那么黑子贴，白棋直接断呢，黑棋是不担心的，黑棋打吃也好或者单挺也可以。黑棋棋子走在外边啊，白的断一个吃一个子，被黑棋包在里边呢，吃一个子没有太大的意义啊，并不便宜。那么白棋如果能断成这样，再把头挺出来啊，那白的就舒服多了。那么怎么样来实现这个愿望呢？白棋就是先搬啊，黑的挡上，白棋再断，这样呢白棋头就可以挺到前面去了啊。这个双方在中府争这个头很重要，当然白棋也是付出了一些代价的。这个搬跟黑棋挡交换，白棋是亏损的，黑棋这个挡完这右边更厚了啊，把黑棋撞厚了，这个白棋是亏损的。那么接下来呢，黑的如果一路跟着贴呢是俗手，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白棋为四路控已经是很可观的了，现在白棋呢控围到六路，黑棋在后边，这个叫车后压啊，跟着后边，跟着别人后边帮别人推车，这个别人顺势往前走，这个等于黑的在白费力气帮白干活，这个是不对的。黑的一定要把头抢到前边去，抢头抢到前边去。那么抢到前边呢有断点，但是黑棋现在呢暂时不怕，这个长还不够劲儿啊，长的话白棋飞也可以出头很快了，再贴呢黑棋感觉也实地损失比较大，扳住才紧凑啊。这个定式是这样下的，我们可以从中体会一点这个棋形这种感觉。黑棋跳了扳是棋形，那么白棋冲完单扳是棋形，这个地方也要注意，随便去断打都是俗手啊，不但起不到进攻黑棋的作用，随便去这种断打的话有可能是帮黑棋补毛病。比如说断在这边，下一步没什么严厉的手段，反倒让这边扳不动了，自己的头变软了，断在这边黑棋一接把这边黑棋撞厚了，所以单扳是棋形。黑的如果接上呢，白棋把头挺出去，这个相当舒服啊。当然黑的不能再扳，再扳被双打吃了，所以这时候呢退，还是要把白棋的头给限制住啊。那么白棋再打，大家看一下单扳的效果，如果先打一个俗手再扳的话，黑棋不可能往这走为鱼形，黑棋当然是扳住白棋了。所以白棋先扳再打这个次序是首进。那么这个时候呢白棋单并是棋形
这个定式呢，其形还是比较讲究的，我们可以从中体会一下这个在战斗中这个围棋的筋和形这种感觉。为什么不贴呢？因为贴被黑棋搬的话，白的还是走不动。白的搬过来的话呢，黑棋这个打出是先手，先防一下，先防一下真子的问题，黑棋可以连搬下来。这地方因为黑的断，白棋是只能吃回去。大家可以看到白棋的气非常的紧，被黑棋一路搬过去压制住了之后呢，白棋只能往回缩，等于白的反倒帮黑棋给下后了，而且也出不去。既然冲不出去，就不要往前随便乱拱，所以补在这儿。可以看成这里有个子，往前贴被搬二子头是俗手啊，而并在这儿呢是本手。那么走成这样之后，黑棋飞啊，把白棋封进去之后呢，白棋在这边想办法削减黑棋这个这一派外势的作用，黑棋加攻啊。这是一盘实战，这边下成这个定型，或者说黑棋断打，或者黑棋飞下来，也是一个有很长年代很久远的一个定式化的下法。那么黑棋这个贴是针对白棋这一次的一种反击，下成这样的双方都可以接受，白棋呢获得了相当大的实地，但是黑棋在外边作战，在外边呢作战也是比较有利的。那么我们来回过头来解释一下这个定式的必然性。黑棋接上担心被走中了，再加攻过来黑棋作战不利，所以黑棋要把棋子走在外边。白棋如果断呢，吃一个子被黑棋棋子走在外边，白棋被有在被黑有一种被黑棋就是包到里边的感觉，那么黑的棋子对全盘影响很大，这个白的吃一个子没多少价值。那么白的如果长呢，黑的还可以再贴，白棋再长，黑棋再接上，下成这样的话呢，黑棋往外边贴了两个子，这边肯定对这边肯定是有好处的。白棋再加攻过来的话，黑棋这多两个子，这个作战肯定有利的所以呢，白棋不太肯长，当然有的场合下长一个也是可以的，但是作为这个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角度呢，白棋要搬完之后打一下，关键是要把头挺出来这个是这个定式的起因。那么之后的一些手段呢，大家可以体会一下这个围棋当中的棋形。首先这一靠了搬跳了搬之后的一系列的变化，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关键是可以通过这个定式来体会一下战斗当中棋形的这个把握。那么关于这个点，黑棋贴白棋搬黑棋也不一定非得挡不可，这个不挡呢也还有另外的下法。不过呢，如果不挡的话，实地是比较亏损的这个是需要注意的。不挡的话呢，黑棋局部就简单的搬一下，白棋呢挺出头来或者是飞出来这样黑棋局部比较亏损，但是作为一种争先手的手段也是在实战当中也是经常会被棋手采用黑棋这个局部虽然什么实地都没捞到，但是抢到一个先手，这个呢如果用得好的话也会也是一种势力对中府有比较好的影响。我们再来看一个黑棋再来看一个实战的例子。那么黑棋是连笑中国的年轻棋手连笑，白棋呢是范运若
两位年轻棋手在两位年轻棋手的一盘对局，白棋挂，黑棋拖退，白的虎的时候黑棋刺啊，黑棋现在刺的理由呢是啊，刺完他想把这个头抬起来，在这边啊，这个形成一个啊能为比较大的空的这样一种状态。如果跳的话呢，大家可以看这边黑棋的结构是相当扁平的啊，指望不上成什么大空。黑棋刺，这个时候白棋粘当然也是可以考虑的，但白棋实战选择的是贴黑的半啊，这时候呢白棋没有选择挡啊，可能是考虑到这边的背景是黑棋，白棋即使挡住在这边呢也很难指望围住多大的空，被黑棋断打一长的话啊，我们看到刚才那个白棋跳风那个定式的话，黑棋这里实地还是很可观的，而白棋由于这个子的限制在这边并没有太大的发展，所以这盘棋呢白棋选择的是简明的扳一下，让黑棋飞出来，白棋抢个先手之后呢扎实的小尖，比较注重中府的下法，将来再飞压过来的话，大家可以看啊，白棋在中府隐隐约约的呢有一定的潜力。好的，那么我们给大家讲解了这个定式的一些基本变化，包括呢基本型虎完拆，以及拆完之后这里面的手段接完拆三啊，和将来黑棋逼住之后打入点之类的相关手段也给大家讲解了虎的时候黑棋加攻之后白棋的一些对策，激烈一点的可以靠下来平和一点呢飞这个也是不错的选择。那么再有呢就是虎的时候黑棋点白棋的一些相关黑白双方的一些相关的对策，还有这个贴完之后的一个常规的定式。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白棋比较灵活的追还有这个挂角的这一方比较灵活的追求效率的脱先的种种下法在几种典型的这个布局场面里面，比方说是无有角，或者是这边黑棋的星位白棋两边挂角，无有角呢脱无有角各种的变招总之不管怎么变呢都是围绕一个目的这棋追求更高的效率那么这个定式呢基本的变化呢大致就是这么多大家需要掌握的几个基本定式，一二和点这个贴，然后搬完以后打吃再跳这几个基本变化大致需要掌握一下，之后打完再打再并这个棋形我们可以从中体会一下战斗当中的棋形不管其他呢还是介绍了一些实战当中的怎么样来演变，变来变去呢总之一个目的是为了棋的效率更高，而不是为了被定式。好的，那么这一期就讲到这儿，谢谢收看，再见。